再見一見到咧咁多，其實真係話心不點小激動嘅，驚冇乜人嚟啊！多謝你哋。咁接落嚟呢首歌咧就會唱，啱啱都鋪咗上網冇誒幾日啦，咁樣就係我愛這個家啦。咁其實咧就係想講話大家如果即係唔好驚尷尬講我愛你，或者表達愛意啦，或者感謝啦。即無論係即雖然係小朋友一齊合唱或係兒歌俾小朋友聽啦，但係都希望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更加去表達愛啦，去令身邊嘅人啦更加講一句多謝啊，我愛你啊，咁樣唔好怕醜啦，咁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呢首歌感動啦。咁就我愛這首歌呢首歌咧，裏面有提到爸爸媽媽嘅，咁我就覺得咧，其實公司好似我嘅家咯。咁裏面講到嘅爸爸咧，就好似家豪，因為家豪咧其實係好照顧我哋啦，同埋好錫我哋啦。但係咧，佢就係一副嚴巴嘅樣咯，即係好嚴厲嘅一副咁樣嘅樣啦。但係我知道佢非常錫我嘅。咁做師媽媽啦，咁其實做師就唔係我媽媽。非常之叻啦，同埋祖師就係我嘅榜樣嚟㗎，佢係咩事都可以搞得掂啦，同埋教得我好多可能待人處事啊呢方面嘅嘢咯，我真係要好多多向佢學習啦。係啊，咁就事不宜遲，寫首歌俾大家，好似緊張兩個人。我处处盼我的爸爸，严厉着校长训话，时常能寻我这么枯燥，依然是爱家。平日我最最细我的妈妈，在照顾这一家，唯有她只可以让我无牵挂，从未欠功课，成绩都上榜。其实我算不错，从不懂说谎，同住这一家人，各有各担当，忙极间中都要时时学我讲，一个声声呼吸对你说我爱你，如若你会觉得真系肉麻，再次学我讲，一个声声呼吸对我说我爱你。别再放你心里，说我爱你。